店要求都很高，这个啊，不管是厨师对厨师的要求，对外场这个服务组员的要求，包括洗碗这个阿姨的要求。是我们杨先生对于任何细节都是蛮坚持的，那每天也就是视讯会议大概会花2个小时的时间去进行讨论每天的一些细节的事情。其实我们最主要要求就是要服务热忱，然后对待客人要展现热情活力，像我们的微笑一样，给客人感觉是很真诚的。我们工作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 SOP 的，那包含像擦桌子也是一个部分这样子。从小就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，那所以这个怎么讲，腰部就很不舒服。那就希望大家哦，从年轻啊就要这个运动。帮我们设立了活力馆，也请了很多专业的就是体育老师，也可以让我们说运动过后就是可以真的放松压力，然后另外也可以让我们的态度更正面。工作环境下真的很需要微笑这件事情，带给客人很好的感觉。你觉得笑得不错，我们都会给予奖励，会有一个微笑奖金。在9月的时候，我们伦敦会开设第一家在欧洲分店，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兴奋也蛮期待的。品牌靠品质，你品质做不好，你品牌就没有了。所以希望大家都重视品质，然后把品牌做好。